茄子洗净改荷叶刀，渗度1/4，选择特别嫩的茄子，不用打皮，扇肥起瘦注油馅，加葱姜香菜末、料酒、宜宾鲜、十三香、味精、鸡粉、盐，加入适量的水，加一小勺的料油，搅至入味上劲儿，加入少许的韭菜末提提味儿啊，给它调匀。改好刀的茄子晒上肉馅，一定要多晒一点，让它饱满一些，这样特别的实惠。碗中打2个鸡蛋，2把玉米淀粉，少半把的面粉，半料匙的泡打粉，再加入少许的盐，加啤酒。炸茄盒的糊用啤酒调会更加的酥脆，加入豆油把糊调匀。炸茄盒的糊一定要稍微细一点，茄盒挂匀糊，放碗边刻一刻，糊往下淌一淌，这样糊特别薄，卖相好看，口感也特别的好。锅中烧豆油5到6成热，下锅炸制，定型之后中火浸炸，打出料渣，一定要把油控干净了，节约永远排在第一位。听见滋啦的响声就熟了，这是肉馅的水分往外反，这时马上调大火炸至金黄酥脆，捞出控油摆盘，儿时的味道。素炸茄盒制作完成，教程绝对真实，您照做即可。感觉教的详细，做的可以，您能不能闭着眼睛使劲的给我一个赞，感谢您的支持鼓励。小二过来上菜。